颁发的是双冠王的24家建商，分别得到我们的诚信建商，也是我们的金狮奖，是获奖公司吉俊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，恭喜！接下来得奖是吉俊建设，恭喜吉俊建设。各位嘉宾大家好，吉俊建设致意以脚踏实地的好心建商作为自我期许，从朴实可靠的营造精神出发，致力打造四居豪宅。我们是一群深具经验的营造从业人员，没有花俏的噱头，没有哗众取宠的手段，以诚信出发，用情倾听，只为消费者建筑出梦想中幸福居住的空间。土地要在真正建筑人的用心规划下，才能创造最符合生活的完美容器。本着营造血统而自慢的精神，未来吉俊建设将秉持精专的实际工程执行，以及对于建筑的满腔热情，继续创造更多永恒不朽的经典建筑，谢谢大家。